前妻，后来我就念礼佛忏悔的。那么比如说霍金那个人，他也是有点亵渎千金，如果他也念忏悔的话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有麻烦了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看看他为什么现在人间受这个报啊？他为什么封贪呢？他就不就是亵渎千金太厉害了呀？凡是台长在节目里说过的话，如果我们说给别人听，这个不算亵渎千金，对吧？这个不是，但是你要有一个目的啊，你是为了救人，你讲出去就没关系；你不是救人，你讲出去就叫亵渎天机。如果台长今天讲了这么多话，天上的事情，如果我不是为了救人，那你就叫泄露天机啊，就是以救人、拯救人的灵魂为目的啊。对了，哦啊，那么既然泄露天机不能泄露，那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人知道天机呢？干脆别让我们知道，这个不就更安全了吗？不是这样讲的，因为有时候就是要让你们知道，你们才不敢做坏事。泄露很多地府的事情、地狱的事情，就是让人家害怕。知道有地狱，毕竟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害怕下地狱的，所以很多人赌咒的时候，只要人家说你下地狱了，人家就害怕了。哦，听得懂吗？那我们投胎的话会遗忘前世的记忆，那么前世的记忆也算天机吗？前世的记忆就是天机，为什么不能让人记住呢？就是天机不可泄露。好了，那么如果人人都知道前世的事情，知道前世的因果，那么这一世人人都不做坏事的，这应该人人都做善。你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 N 次了，不知道多少次了。我问你啊，如果你的儿子过去是你的奶奶，你叫他奶奶啊？你叫他儿子叫他奶奶啊？如果你的老婆上一辈子是你的外公，你今天晚上还跟他睡在一起啊？你还敢碰他？你一碰到外公，看你看见外公了，那你开心了，还是为了符合这个人道的这种人类的伦理，对吧？那当然了，为什么很多人去强奸自己的孩子啊？那这些人实际上他没有道德伦理，实际上他就是知道他上辈子跟他是情人的，哦，但是照样要判刑的，因为伦理没有了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对。啊，我们学佛的人相信这些事情，但反过来说，有些人不相信，就是因为他没看到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所有人死后这些事情都知道？全知道了。那么为什么六道轮回加四圣道，偏偏是人道和畜生道不让知道？那其他道，按理说人道比鬼道比地狱道更高级，那么为什么他们知道的事情反而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你过去问过的，很简单，就是比方说属阴的，比方说地府的，明白了吗？他就是不能让你知道。你比方说人死的属阴，对不对啊？在阳间属阳，就是说属阴的他就是知道阴的地方，那属阳的知道阳间的地方，就这么简单了。有点漏天机后来。